讲出去的时候，当你朋友进来，你看，哎，有一个男人在做直播，这样。好，今晚很特别是，上一次我几个月前我就答应信诚了，班长信诚说有朝一日，有朝一日我会再次做那个方继伟的特辑，因为今年是他的第30年。出道30年吗？还是35年？30年。好，今年就是，而且他前天刚刚办了他的演唱会，也是他的新EP 小专辑的发表会，所以刚好就在这个时段里面，我就跟信诚说，好，这一周我就让我们历史重演，像上一次这样做一次，每一周一新啊，很久没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当初不要做吗？就是很麻烦啊，就是不同帮派的人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就看到很多新朋友来，缘起不灭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咖啡王子。哇，今天真的是整班来，是不是给信诚绑过来的，是吗？好，今天好，跟大家报告一下，今晚每逢9:30到10:00的时间，这半个小时是我播组曲的时间。组曲的意思就是我会拿一些我喜欢的歌，我自己想播的歌，然后把它串在一起。然后10:00过后就是点歌的时间咯。好月兰你好，对，我每次不会念你名字，月兰啊，好，大家自动报到。OK， 巧慧说班长号召一定到。好 ，OK，Daniel、okay, 你好，对你好，小华你好，伊塞你好，修一你好，莎莉你好，孙木一奥你好 ，OK， 郑杰哦，第一次来是吧？好，你好，佩芳你好。好，今天为你们播放今天主曲的时间我们会播放，当然了，是小孩的歌。小孩是谁呢？小孩就是方继伟。今晚呢就是故意不播他的新歌，因为我还没有拿到手。刚才许维华他有传给我，可是他传给我的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了，我大概只有在一个小时前才拿到他的新歌，所以已经太晚做那个在做选曲的部分，所以明天开始我可能会陆陆续续的播他的一些新歌哦，所以大家要拭目以待。好，让我们来进行我今天的舞曲。所以如果你们你们是新进来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按赞哦。按赞是在哪里？就是你的手机的右下角，你会看到一个蓝色的大拇指，你按1000次，它就会1000次赞出来。可是在脸书等于一个赞了，只是好看罢了。你也可以按那个心送爱心，有很多星星出来。如果你听到你喜欢的歌的话，你可以不要吝啬哦，拼命的按赞，拼命的按爱心。好，今晚带来第一首歌就是方继伟的歌，看谁能猜得出这首歌的歌名吗？伊塞啊，他们是叫缘起不灭，不灭的哦。我们不应该去埋怨，老天不疼痴情人多一些。假如不是一同经历许多难题，今天不会彼此这么了解。要不是流过长长的泪，怎会看清能微笑多可贵。好不容易紧紧拉住的双手里，可这命运擦不掉的梦魇。来，一起来。爱哭泣声，两颗
真心拥抱的吻，足够抵挡再长的寒冷，谁都不能让我们离分。爱哭泣声，每分是思想你的真，换多一份相守的缘分，越来越亲密。嗨，陆玉英你好。对了，这首歌就是爱苦情深。哎，陈凯你好。嗨 Candy Ho， 哇，这里很多 Candy。要不是流过长长的泪，怎会看清能微笑多可贵？好不容易紧紧拉住的双手里，刻着命运擦不掉的梦魇。两颗真心拥抱的吻，足够抵挡再长的寒冷，谁都不能让我们离分。爱哭泣声，每分是思想你的真，换多一份相守的缘分，越来越亲密，共度过此生。两颗真心拥抱的吻，足够抵挡再长的寒冷，谁都不能让我们离分。爱哭泣声，每分是思想你的真，换多一份相守的缘分，越来越亲密，共度过此生。嗨 Miffy 你好， Chris Ang 你好，富美你好， TK Lim 你好。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明知你给我的是另一种爱，我却栽在里头的溺爱，不愿清醒。知道的时候，我默然想狂笑又想哭。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明了我是盲目爱着你，却不愿当面告诉我，怕伤害我。直到最后才发觉，你却是最无辜的人。我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整排中之间是这种关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冥冥中的际遇，我们之间是两条平行线。让我们欢迎方继伟。明白是什么道理？明了我是盲目爱着你，你却不愿当面告诉我，怕伤害。最后才发觉，你却是最无辜的人。
这星期都会播你的歌哦。好，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特别的怎么讲，特别单元。所以这一周就是有特别单元，因为这一周将会播这一周的咖啡呢很不一样。这一周的咖啡就是方季韦口味的咖啡，因为我将会天天都会播方季韦的歌曲，不过不要误会哦，不是纯方季韦，不是每一首歌都有他，就是至少有两首，然后配搭起一些新歌啦，或者一些别的歌手的歌，有蛮有一番的风味的。所以今天就为你们带来这两首。今天我播的这两首算是冷门歌吗？应该是吧。因为我几乎都没有在电台也有听过这两首歌，不算，应该不算主打哦。好，随着明天开始，我会越播越多首，今晚就会有播四首，待会儿我们还会播多两首哦，好，OK， 好，让我们我要跟大家说再见，因为主曲的部分已经完了，现在让我们进入大家喜欢的点歌时间。好，对，他想点是 OK， Dui， after watching Fang Jiwei's concert which is so good I always miss her song tonight Fang Jiwei should appear I dedicate this song 我只是一个音乐人 to all the Fang Jiwei 的粉丝、keep the spirit up。Dui 他是说他前天也有去台湾看他的演唱会，他是说他觉得他的演唱会非常的棒所以他今晚要点这首我只是一个音乐人，把这首歌点给全部的方季韦的粉丝们。然后再来就是陈丽梅，他想点蔡幸娟的缘分，他想点给所有的观众，他说你我有缘才会在此相聚，也谢谢咖啡王子，谢谢你丽梅。好，维华他想把方季韦的真爱点给 Jane Tang， 他说人与人合不合靠的就是一个缘字，不用去讨好谁，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你的好朋友，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哦，好，我有看到那个很可爱。好，让我们来播歌吧。好，现在我们来播 Dui 的歌， Dui this is your song now。Okay, this song, I believe you will love it. This song is going to all the fans from Fang Jiwei. 好，这首很像是方季韦自己写的，他填词的。好，让我来准备一下。好，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季韦的《我只是一个音乐人》。Let's check it out.生命难免有失控，
想给自己一个空间，承受再多伤痛。每个爱音乐的角落，也有太多的梦。不管是开始与结束，是最真的演出。走在音乐中的生命，难免会孤独。也曾经付出生命中最美丽的爱情，希望能够拥有一切永远不变的梦。不管是开始与结束，是一场场付出。我只是一个音乐人，也经过太多的辛苦，因为活在音乐的掌声中，追求一些感受。不管有再多选择，也无法让自己改变，只有爱才能让我再承受，承受再多的伤痛。当晚他有唱这首歌吗？应该有吧，这首很好听。嗨，李伟你好，侯春风你好。走在音乐中的生命，难免会孤独。也曾经付出生命中最美丽的爱情，希望能够拥有一切永远不变的梦。不管是开始与结束，是一场场付出。我只是一个音乐人，也经过太多的辛苦，因为活在音乐的掌声中，追求一些感受。不管有再多选择，也无法让自己改变，只有爱才能让我再承受，承受再多的伤痛。是否终将为我等？好，这首是维华特别要点给 Jane 的。哇，今晚都跟缘有关。他说，人与人合不合，靠的就是一个缘字。不知道什么道理，明知不爱你，却爱你。不知道什么道理，明知应该放弃，却没放弃。对你对你的关怀，都是出自我心底，只想告诉你，无怨无悔为你尽心力。爱一个人并不容易，
Chris， 谢谢你帮我带 CD 回来，谢谢你哦。好，为你们带来最后一首歌了。好，放弃文迷们，看你们能猜猜这首歌是什么歌吗？我尽量都播冷门歌了。不知为什么你会离开，没有理由，只有沉默。或许你会编织着许多的借口，而让你我都更寂寞。好，大家晚安喽，明天见。对你的关怀是否明白？不曾要求，只愿接受。给你太多，却成了逃避的理由。付出之后，我却被冷落。明天晚上九点半见哦，我会继续播方继伟的歌，会播他一首新歌。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到点评区帮我写一个点评，打五颗星，然后写几句话来鼓励我一下。如果你已经写过了，就不需要再写了。好，大家晚安喽，明天见。对你的关怀是否明白？不曾要求，只愿接受。给你太多，却成了逃避的理由。付出之后，我却被冷落。是我寂寞的开始，为何你的眼神却让我
着痕。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曾经的记忆竟是我内心的伤痛。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将所有给了你，却留下孤独给我自己。离开你是我寂寞的开始，当我失意时还有谁来给我安慰。好，大家晚安了，明天见，明天见。Thanks for watching Facebook Live, hosted by Gabriel Mendez.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exciting episode. Bye bye, 祝你晚安。